各位伙伴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跟瑞克呢来到这里呢，来跟大家试一个新的空白机。这是我之前的这个 Phantom 4，它的包装携带箱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要试的是这个 Spark， 就这么小哦，小好多、哦。携带上面呢更是夸张了哈、哦，来比较一下，来你看，就这样，小小一个。啊、哦，全能套装呢就会有这个遥控器跟这个 Mavic 应该算类似的哈、哦。对 ，Live Mavic 类似一样呢，是可以这样打开来，然后呢可以再去手机啦、平板什么的装在下面。这个叫 Super Mate，然后它现在已经在到第二代了，我设计已经是到第二代了。那它解决的问题就是，一般我们 iPhone 啊上那个保护壳啊 ，Mavic 的或者是 Spark 的遥控器，它就没办法装。没办法直接装，必须要裸机啊，那这样很不方便啊，所以我就设计一个这个一个转接座。转接座，这两个洞有什么秘密吗？这两个洞，对啊，是很大的秘密，就是它可以在收纳的时候可以保护摇杆。啊、就不用担心在背包里面那个折来折去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折歪掉这样子。哦，你看刚刚好卡在这个可以收纳，收纳这边保护它摇杆不会歪掉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这超赞的啊、哦！帮你拿着，现在装上去，这已经是二代了，哇，一直在改变。那这下面的这空间是可以怎样收线吗？下面这个圆盘的部分哈、哦，下面这圆盘就是我们有时候用那个 USB 线，如果说过长，它可以收在这个圆盘的下面。那这个圆盘的上面，它都可以放一个那个指滑垫、我们手机只要叠上去，放上去就可以。手机只要这样子。对，没拉杆。就这样子贴，它就不会掉。对，它也不会掉。然后线就这样走到后面去。对，这样你就不用去拆手机的壳。对啊，那很多手机壳什么各式各样，哦，很黏呢。很黏啊。对啊，这搭配这全能套装或是 Mavic 的这个使用者呢，一定要买的一个配件。对。对啊，找瑞克。我们今天换一个人呢，换这个。哎，你是谁啊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点子生活的 Candice。对，就是他。那我们今天来试飞这个 Spark。昨天呢，拍到一半下大雨。所以说呢，我只好回家呢把它开通。这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先跟你讲，一开始的时候要手机去连这个它，然后把它激活。所以激活就是启动啦。对啊，启动之后呢，它才可以做动。那其实开启它其实蛮简单的，其实只要这个电源这个按钮按一下之后呢，再长按，它就会启动了。对，怎么样？这样子对了。对啊。那我们就可以来试飞啦、啊，这样就可以试飞。对啊，那它其实我开启了一个，你基本上你看一下这个云台，就是说我们在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平的，有没有？它其实 Spark 除了小之外，它其实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不用遥控器的一个模式，就是说呢，好像是按两下，它就会记录到我之后呢，然后它就会自动起飞，会吗？起飞吗？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它那四个灯，如果有两个红色，后面那个一直闪烁的是什么？哦，好，这是一个重点，就是说红色这两个灯的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说它让你知道头在哪里。因为你在飞天空飞的时候，你可能分不出头、屁股，对不对？但在遥控器操作的时候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，很多人会迷航，就是你往前推，当你面向自己像你往前推，它实际上是靠近的。那往后推，它是往后的，所以说你一定要先搞懂这个方位，你再去控制它，它才不会。搞不清楚状况，然后呢，按两下，快速按两下，对。然后这时候它就开始辨识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给它好，那顺手呢，好放开，对。哎，阿郎在家呢，哎。好，站到它前面去，哦，看看到你，好。这时候呢，你手伸直伸出去，然后左右移动，看它会不会跟着动，慢慢的。有哎、欸，你看他对你声比较听话，怎么样？好，左边走。我真的有钢铁人的 feel。对你的效果比较好呢。重男轻女啊，老板。好，再转过去。好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对你比较好呢。好，你跟他单手挥手。
好，这个少女臂照相姿势。这样吗？对。好。然后呢，双手挥手，他应该就会回来。对，然后手伸出去准备接他，手掌向上，对，好来，那大概伸到他的手指的下那个肌的下面。直接有这样直接过去吗？对对对，伸在他下面。好了，他就哎。嗨，成功耶！恭喜恭喜，很简单哈。嗯。果然，他比较喜欢女生。你看他这时候头在那边动有没有？就是在找。哎哎哎！没有没有，你让它自己飞起来就可以了。对，那我们再错误示范。不要太早放。嗯。好，你等他，让他来找你了。好来。对，好，来就跟他做拍照就是了。哦，拍照。对啊。走吧。好，放下，因为我觉得应该靠近脸的地方做一个，在脸前面。对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好。那就换双手挥舞让他回来。好，这时候手准备伸出去。伸到他下面去，对。OK。很聪明。哎，那就不用帮他弄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来，再试一试看看。OK。他的图传还是蛮那个的，容易爆出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终于有我们了。你看他现在有这个表示，他其实已经抓到我们在的距离了，没有？对呀、啊。那爽混路。都对呀、啊。好吧，我们先试试看啊。哦，这时候我刚刚讲的这个红色很重要，有没有？因为你才知道它在前面是哪，前面后面，对啊。哇，好出发嘞！对啊。哦，他的动作动态好小啊。手其实没办法这样。对。只能在线飞区。它就有这种智慧的功能啊，比如说，智能跟随。一键短片目。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画面上的目标呢锁定，比如说锁定某个人，或者说锁定你。好。啊，按够。好，你就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录影一下。我可以了。对啊。OK， 走吗？走。哎，没有抓到你。等我一下，我重新锁定。站吧。看一下啊。我觉得图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很惨。它没有红灯啦，你说前面的吗？哦，因为好像开始拍之后，它的红灯会关掉。来，我们先来一下好了，我们先拍这个，怎样？好了，我们先拍这种的。
用柴油会可以飞比较高啊。来，我们高一点。现在我跟你讲，问的问题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图传它的反应太慢了。嗯。你有没有看到它一直慢慢来，慢慢来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原因呢、啊？竟然荡下，对啊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说这个玩这种东西，其实最怕的就是 A P P 给你出问题，或者说是怎么样，然后它就会要进入到返航的模式。好啊，像闪退，我可以中间用那个手机来接吗？不行，对啊，我现在先让它回去好了。一样，来。正在降落，视觉距离关闭。没有，我这个是让他直接下。今天感谢这个点子生活 Candice 来一起测试这个 DJI 的 Spark。那我们在测试当中呢，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呢，遥控的人呢不能戴墨镜，不能戴帽子，然后衣服的反差不要太大。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话呢，要用手势控制是几乎没有办法正常控制的。反观这个 Candice 呢，它是一个正常的穿着，没有戴任何的墨镜，然后遮蔽它的眼睛，所以说在遥控的方面呢，效果就非常的好。另外呢，在这个用遥控器控制 Spark 的一个方面呢，由于它是透过 WiFi 来连接遥控器的方式，所以说呢，在我们这个新店的这个测试地点呢，它的图传非常的糟糕。明天呢，我们会换一个地方呢来测试，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造成的一个图传糟糕的一个问题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测试这个 Spark 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遥控器图传非常的糟糕，让这个整个的飞行体验呢都完全的没有办法正常的飞行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几乎没有飞行的片段啊、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，谢谢大家啦。